十四五六起呢，你信不信月亮？圆的。你下呀，想看哪还是要走呗？怎么？
你看一看，这影响俺家的家庭。这是我爸。这是我妈。但是吧，几天吧，不是我爸亲口跟我说的，我好像有点不信。看看他今天下午能回来吗？今天下午要是今天。等了八点呗，那回不来的话，那就不是七点。